Sabes que debería estar contigo. Sabes que no creo que te haya gustado. No me importa si lo haces o no. Sabes que you do, you just forgot it all. Sabes que yo haciéndome preguntar mis pensamientos.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田。拜拜。今天呢，我们的福冈之旅来走一个比较文青跟惬意的路线。我们离开了博多市区，那现在来到的地方是六本松地铁站附近。现在要来吃的就是非常有人气、很有名的面包店，叫做阿妈木达克坦。对，阿妈木达克坦，它是福冈这边当地非常知名一家烘焙店旗下开的分店。它有名到东京表参道也有开分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东京很有名的安多纳斯，它其实跟这家阿妈木都是源自于福冈这个很有名的烘焙店。我们来玩了，真的是眼花缭乱。据说里面呢有超过100种的面包选择。那我们挑了一些有店员给我们推荐的 Top One。在这间店买完之后啊，如果想要直接现吃，想要内用的话呢，我们到右手边隔壁的一间咖啡店里面就可以内用咯。就是这一间，看到它整个是一个蓝色的墙面，我觉得也算是蛮隐秘的，它没有什么招牌，但是看到整栋是蓝色的，非常可爱，就可以准备进去了。那它这一间的低消呢，就是必须要点一个饮料，刚刚好我们就可以点个咖啡来配面包。饱了哇！他们的面包真的是很不错哎，而且刚刚那个用餐的咖啡厅空间啊，这个面包店的风格完全一模一样，就是大量的木头，然后还有很多的干燥花、干燥植物，觉得整体的空间很舒适。那当然重点就是它的面包，那首先吃的就是他们的明太子长棍，真的很好吃哎。其实它里面真的是有非常多的明太子。本身的长棍面包的呢，我觉得它的软硬也是适中，就咬起来你不会觉得很干或是很硬的问题。其实它中间呢还是很有弹性，非常的好吃。然后中间那些明太子啊，其实味道蛮重的。对，我觉得调的蛮好的，算浓，然后有一点重，但是那个咸度是配那个面包蛮刚好的，不会觉得说吃不到明太子的感觉，但也不会过重。因为通常在吃那个长棍，就是 baguette 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干。但是加了那个明太子，我觉得它湿润程度刚刚好，然后让它面包里面那个蓬松感吃起来很明显。然后另外一个上面有很多菜丝，它的那一款面包呢，就是他们的人气款。对，真的看到很多人那个托盘里面都有放这一款，它还蛮饱足的。因为里面夹的料其实很多，它本身面包是那种有点杂粮感的，对，吃起来就有一种很健康的感觉。加上它上面很多蔬菜。就是有茄子啊、南瓜、红萝卜这样子。像是我吃的那一块红萝卜啊，超级甜的，它中间有一个很大块的鸡肉，然后吃起来有点像是那种香料烤鸡，是有腌制过，就是有加香料的那种感觉，有一点那种意式香料感。再就是甜的那一块面包，也是他们的大招牌，对，超级可爱的，它其实放在这里就非常的吸睛。上面满满的奶油，然后它其实就是一个布里欧面包切开来的。它的布里欧面包非常好吃，就是你撕开的时候是有点像那种吐司的弹性，但是嚼起来那个香味，还有它那种外面的那种皮的那个感觉，超棒的。好棒，这一款真的是必点。对，然后中间那个鲜奶油，你不要看它超级大块，虽然咬下去也会爆出来什么的，但是呢，它真的不甜，就是很淡很淡的甜度，然后吃起来就是很鲜奶，吃起来很新鲜，然后你不会觉得油很甜，都不会，是很清爽的。扎实但蓬松，通常有时候咬那种鲜奶油，它会爆浆，它会这样往外喷，但它就这样膨胀，它停住了。对。但是咬下去就有那种很蓬松的感觉，就是你嘴巴里面感觉很多鲜奶油，但其实它是很蓬松的那种感觉。不会觉得很厚重，
对，但它又不会说一咬就不见，很好吃。对，那一款我觉得是一定要拿。另外我们还有拿两个甜的面包，就想说如果晚上呢想要吃个点心的时候再吃。总而言之呢，这个就是推荐啦，生意真的超好的，还要排队呢。我觉得里面的面包店你进去真的不会后悔，超级多很棒的选择。唯一要担心的就是买太多。对。然后我们现在在六本松这边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因为这边有全福冈在 TOP6 上最高分的炸鸡排，3.78分，很高哎、欸。Go go。很进来了，这里面长得很温馨可爱，有种像家里改造的感觉。背景啊，看起来都超级像家庭式的厨房，总共花了14个位置，所以也不算多吧。我们今天是平日30间，其实也排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基本上客人全部都是韩国人，这趟来福冈真的超级有感觉，就是到处都是韩国游客，韩国游客超级多，而且呢，这间驻台店的 menu 啊，只有日文跟韩文，没有其他的语言。我们点了一个里脊跟一个腰内，好期待呀、啊！这个漂亮的粉红色饭可以选要杂粮饭或者是白饭，味噌汤里面有一些小豆皮，你们看有这个柚子丝耶，吃完了有时的，我觉得蛮好吃的。我觉得最特别就是它那个蛋液的感觉，就是第一次看到猪排的那个蛋液那么明显，对，然后是有一点厚度的，因为那个面衣比起那一圈还没有那么黄，面衣其实蛮透明的，比较白白的那一种，但是那一圈黄真的很特别，而且是你如果特别去咬那一小块黄黄的，就是真的微微的蛋香。然后我觉得肉的部分炸得蛮不错的，我的里脊我觉得咬下去的那个肥瘦蛮适中，脂肪的部分该有的部分真的还蛮有的，然后瘦肉的部分就是很有嚼劲，然后纤维什么的我觉得很清楚，吃起来是香味蛮不错的，然后它的蘸酱也都搭配它的猪排我觉得都很合适。吃到一半呢，它还会送上一个小小杯的凤梨汁，嗯，就是可能觉得可以这个清爽解腻一下，蛮特别的。还有我自己的腰内那一份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分量大很多耶，虽然说就是三枚，想说3块，就切开就这样吃一吃，觉得好饱哦，分量很充足。那像它旁边的自菜啊，也不会很咸，就是比较是那种酸甜口味的。然后高丽菜丝也很清爽，整体吃下来我觉得很不错。但是它的腰内肉呢，我觉得它不是那种说很软嫩，可能入口即化，一咬就化开的，它其实还是咬得到肉的质感，算是有蛮紧实的腰内，但是还是有它的嫩度在，不会说很硬。整体来讲，我觉得是很好吃的，而且它那个皮肉完全不会分离，我就蛮喜欢的。对，蛮厉害的。但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它真的是 CP 值很高，很高。我们刚才那一份，我们两个都是1800块，嗯，这台币不到400块的一份猪排套餐。对，觉得很不错，很棒，很满足。而且像是饭汤菜都可以再续一次，基本上就是非常饱足、我觉得 CP 值真的很高，绝对是水准之上的猪排，可以理解为什么分数那么高，然后生意这么好，分享给大家。现在吃完了，出来散散，然后来到六本松地铁站附近的 Book Off， 想来挖挖宝，就发现他们的公仔真的蛮便宜的，嗯，很多都是那种未开封的，大概才900-1000上下，真的很划算、因为我们之前去过的 Book Off 也很少找到这种价钱。对，但是更扯的是有一个人他又一抽入魂了，哒，就是刚刚有看到我的英雄学院的一番赏，因为这个很新、而且他才就是仅抽而已，好像才被抽过3次，三抽而已。对，反正我刚刚有拍放在这边，然后就想说那就来抽一下好了，所以我讲一抽就好了，然后就抽到了 B 上，哇，赞，谢谢。
去逛了一间很可爱的小店，它的位置就是在一个巷弄里面，小小间的，它超级可爱，它叫做说四五贝塔，它是一个猫粉专门店。那它进去呢，总共有两层楼，一楼就是全部都是猫咪的相关书籍，只要跟猫咪有关的书，全部都会有，非常的可爱。然后二楼呢，就都是那个猫咪相关的商品，各式各样，不管是明信片啊，或者纸胶带啊，月历、日历，然后哇，好多盘子啊、杯子等等的，就是反正你想得到的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是满满的猫咪图案或者是猫咪的造型。猫奴一定要进去逛一逛。但是呢，因为整间店都是没有办法拍摄的，所以就分享一些它的资讯给你们。然后我又买了一些可爱的小东西，再开箱拍给你们看喽。六本松这边其实还蛮好逛的，除了我们刚才去吃的几间店以外，这边还有福冈市的科学馆，然后还有一间很大的鸟屋书店，还有一些隐藏在巷弄里的小店，像我们刚才去的这间猫咪商店。为什么这边叫药院站呢？是传说中1000多年前，然后是有学者被派来这边做了一些草药研究，开了一些草药院，延续下来到后来就很多医院开在这边。那到现在其实还是有看得到这些医院啊、诊所这样子。而且呢，药院其实这边还有一个传说中的称号，也就是水手服的发源地。据说呢，全日本呢会开始流行女生的制服是水手服的，就是从药院这边的一个女子学校开始的哦。好，那我们就来逛逛那个水手服圣地，但不是来看水手服吧？没有。没有，没有，还有像很有名的丸肉鱼米的福冈店，也就是在药院站这边哦。我们要来喝咖啡，这一间就是 Coffee County。那 Coffee County 是来自于福冈的一个很有名的咖啡厅，它第一间店在九流面，第二间分店就在药园这边，然后它就是以手冲咖啡闻名，然后甜点也很厉害，我们就来试试看。一走进店里就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整体的空间还有色调都让人感觉很有质感。那它除了咖啡之外，也有很多的小物，也有贩卖咖啡豆。在选手冲咖啡的时候呢，每一款都可以拿起来试闻。那店员也有推荐介绍，当然我就是点了一个最苦的，因为我就是喜欢喝苦咖啡的人。那我觉得它的手冲咖啡味道真的是很不错，很香，而且呢价格也非常的合理。另外甜点的部分也很惊艳，它是做的非常像一个 cheese 蛋糕的形状，但是其实呢它就是焦糖布丁，吃起来超级的绵密，然后不会像一般我们吃到布丁那么的软，但是呢它又有点像蛋糕的质地，我觉得非常好吃，推荐给大家。太喜欢里面的氛围，而且店员也都超可爱又很亲切，而且呢走进这间店的人都打扮得很好看，很有质感，超喜欢的。质感又可爱的小店，来跟大家推荐这一间 High Tide， 它是一个文具杂货店，非常的可爱。一走进店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种各式各样的文具、文创商品，而且我觉得都很会选，大部分都非常的可爱，或是很有质感，有一些很适合 outdoor 啊，或者是很有旅行感的商品。那我大概就是买了一些我个人偏爱的小碟子、小盘子，很可爱，还有一个有磁铁的挂钩，还有外面也有很长的一个区块，可以坐在那里喝咖啡、喝饮料休息一下，还不错，分享给大家喽。
天是意外发现的一间小店，叫做杜瓦，很可爱。它里面呢有非常多的手工艺的材料，真的是各式各样，应有尽有。那当然也有一些现成，例如说已经做好的耳环等等的，各式各样的扣子啊、饰品造型，或者是线啊、珍珠都很漂亮。如果平常都是会喜欢自己做一些手工艺啊，或者是想要做这种串珠等等的，都可以来买，我觉得超级适合，真的非常的好看，而且很精致又很有质感。再来耀仁这边呢，也有很多的家饰品家具店，来推荐几间给大家。首先第一家呢就是 Trend， 它可能要稍微找一下下，因为它是在二楼的地方，但是一进去呢超级可爱，非常的喜欢。它整体呢就全部都是木头色调，基本上呢都是木质调的家具，然后有一些很可爱的碗盘啊，还有很多的桌灯、小夜灯啊、椅子、家具等等，其实基本上就都是木头的。如果你也是很喜欢逛家饰啊，看这种家具的话，一定要进去逛一下，超级可爱，非常舒服的氛围。来这一间呢，有没有看到很大一间？它有两层楼，非常的漂亮。它是 BBB Porters， 它是在福冈非常有名的一个生活杂物选物店。然后在二楼的地方还有咖啡厅哦。就是应有尽有，其实我觉得想得到的东西都有，像是很可爱的菜瓜布啊，或者是家里会出现的什么生活用品、牙刷，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杯子啊、盘子，或者是许多的装饰品都有，其实真的可以逛好一阵子。然后在二楼的部分呢，也有像是手表啊、眼镜、文具、清洁用品、各式的挂钟，其实真的什么想得到的我觉得都有，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如果也是喜欢这类东西的话，应该会逛到疯掉吧。我就是买了一个我最喜欢买的盘子，还有一个杯子，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会想到啊，当初来旅游的那份心情。它逛起来的整个空间呢，很舒适也很宽敞，我觉得真的所有选物上面呢都很有质感，大部分呢你都可以感觉到很有细节，非常的好看。那这些店家就分享给大家咯。那现在来这一间面包店呢，是 Muzukado， 它也是在耀仁这边非常有名的生吐司专卖店。店里除了有贩售各式各样口味的生吐司之外呢，也有他们自制的果酱、抹酱，还有一些小吐司丁，看起来都很好吃，每一个口味呢都非常的诱人。那我们挑了一个季节限定的红茶生吐司，还有抹茶红豆。今天是如果来到了耀仁呢，一定要来买一个生吐司，因为在福冈有三间分店，但是只有这一间是它的独立门市哦，另外都是在百货里面。好，那今天呢就是去逛了六本松还有耀仁，主要是我觉得这两个地区呢真的是很轻松跟很惬意的这种氛围，整体的步调呢我觉得比起福冈的像是博多或是天神就又再慢一点点。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做了很多事情，然后不管是去喝咖啡、去吃面包、逛很多家饰品牌啊、一些生活杂物，觉得这些都跟我们之前可能去天神或者博多去 shopping 然后去看精品、去看潮牌是很不一样的氛围。我觉得街上的人的穿着跟街道的氛围也不太一样，就是其他是离天神市区、离博多市区很近，那么近的距离居然有完全不同的氛围，所以就觉得很有冲突感，但又觉得都很美好。接下来就觉得哇，心情很开心，就体验到不同的福冈氛围。我觉得其实就有一点像我们之前在东京的时候去代代木去复古那一带，哦对，很有那种感觉，因为复古也是离涩谷非常的近，但是真的是截然不同，而且你就是走进那些巷弄里面，就会觉得哇，好有这种很惬意的街道感，分享给大家。那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推荐给，假设如果你很喜欢这种比较轻松的氛围，然后还有步调比较慢，然后你喜欢喝咖啡啊，喜欢逛这些家饰，或者是去找这种生活杂物挖宝的话，这边真的很适合来走一走，也有很多好吃好喝的。谢谢您收看，我是新田。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点个喜欢，订阅开小铃铛。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